我们今天有带两个，一个是我们的马奇起司口味跟我们的鸡肉起司口味的安帕纳脆饼。然后我们墨西哥的脆角的话，它的饼是用玉米粉去制作的。然后我们今天鸡肉口味有用我们的干燥辣椒去制作，然后我们是萃取干燥辣椒的汁液去调制，它不会辣，那有香味，还蛮特别的，小朋友适合吃。它属于哪一国的啊？中美洲。中美洲。对对对对对。应该算是中美洲的哪一个国家？墨西哥。墨西哥哦。对，墨西哥。那么东西最适合到山上。在哪里啊？这个店在哪里？我们在星光路140巷39号，在三多西园的巷子里面。哦。对对对对对。来宝，来宝宝。好，谢谢。